小胖淋浴群自抖塞爆浴缸。小胖淋浴群四月爆红，他的首张专辑《It's My Time》昨天终于推出。这张英文专辑将在欧亚美三大洲15个国家发行，有神秘嘉宾特地通过电话连线鼓励他。171公分、114公斤的小胖，毫不避讳自曝身材糗事。有一次坐回来，商务舱满，然后只剩经济舱，那我就坐下去，然后就要盯的就是这样。那你会泡澡吗？泡澡，我痛处。好累哦。我其实是非常喜欢泡澡的一个，但是我家，但是我家浴缸容放不下我的身体。那个我每次放完水啊，然后我再躺下去，然后再起来，它水剩不到20%。不过人家胖归胖，却是个灵活的胖子。只是他聊的话题始终不离吃。我很愿意尝试各种肉。我先说德国啊，德国猪脚。好像很好吃，算了，他们在瞪我，就你不要一直聊吃的。现在应该饿了吧？要不要来一点？对不对？就算表面做矜持，但是我有很想要去拿吗？对，我觉得我嘴巴里面有要伸出一只手的。最后，他特别为动新闻清唱，证明自己也可以唱得很 man。动新闻台北报道。